sekia Sungguh aku sekia dan senusa歌是2003年写的，然后在2004年的时候就有个机缘让我可以发行专辑，所以那时候发行专辑我觉得很嗨耶，竟然会用母语写歌这样。第一次用母语写歌是什么？写歌就会觉得很嗨，因为那个时候当时好像写母语的人很少，然后就会觉得写母语是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而且是用流行音乐写歌这样，好，还蛮嗨的。好，然后就拿到第16届的金曲奖，这样。第16届金曲奖几年了哈？现在几年了？2005年到现在，我的数学不好。现在是2020嘛，对不对？十几年了哈，15、16年、17年、16年，好，不管，不是重点。可以让我喝一下吗？来，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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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开心，开心，欢迎大家来到铁花村。
玩手这样子、欸、然后就通常我来到田花村的时候急急忙忙我就上台，上台然后就散人这样。好，现在来到田花村就是非常的悠游自在，很开心。好，接下来我们再带来第二首歌。第二首歌呢是我的第二张专辑。其实我发了三张专辑，然后其实我的三张专辑前面里面还有很多中文歌，但我唱中文歌比较少啊，因为我的中文不是很好，对。然后唱中文就唱母语，然后跟中文差很多这样。好，这是我的第二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叫做《我好想飞》，我好想飞。因为我的第一张专辑叫《飞回家》，然后第二张专辑叫做《想飞》，所以这首歌就是第二张专辑的主打歌，这样主打歌。好，来。带来这首《我好想飞》，谢谢。为什么今天的客人好像很安静哦？可以不要那么安静吗？不习惯。
重演，遗忘能够沉淀，你给的无情的判决。哎，谢谢，还可以啦哈。哦，这首歌，这是我第二张专辑的《郝小飞》。那其实我写了三张专辑，然后有一首歌是比较特别，它是因为赛德克巴莱写的哦。哦，后面那张照片对吗？大家认识这个人吗？你们认识这个人吗？不认识，还是大家已经把他给忘记？赛德克巴莱有没有看过？有哈、哦，哦，那其中一个头目就是他，有没有？就是他，他叫做塔道诺干，有没有？就是头上中弹的那个头目就是他。哎，有哈、哦，好，太好了，怎么没有掌声？我觉得赛德克巴莱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就是转变，就是说因为我只是个写歌的人，然后只是个会唱歌的人，然后我没有想到会去演赛德克巴莱。其实那也要怪魏德胜哈、哦、他每次找我干嘛这样，然后当时就会觉得力挺，什么叫力挺？就是兄弟相挺这样，对。然后就会让我自己在电影里面呈现那个塔道诺干那个样子了，嗯，长得很像那个，好、哦，很像男人这样，是吧？谁得到巴勒这样，谁得到巴勒，就是真正的人这样。然后其实我觉得赛德克就是这个电影好、哦、让我知道什么叫做演员这样。真正的演员就是无时无刻都在演戏。啊，要不要听赛德克巴莱看见彩虹？要哈。其实我写这首歌啊，那个时候魏德胜跟我说，阿飞你就给我好好演戏就好，你什么都不用想。我说哦好这样，然后一旦杀青之后啊，杀青之后我就太无聊没事干，有没有？就想说写一首歌看看这样。那时候那个魏德胜还在拍哦，我已经杀青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拍到已经三分之二了，然后我杀青之后我就想说写一首歌为赛德克巴莱这样。结果没想到魏德胜就说，哎，你有没有歌？我说歌有呢，我刚刚才写完没有多久这样的。他说你心机很重这样。大家我就拿给他听，我写了两首歌，一首歌叫做《赛德克巴莱》，另外一首歌叫做《看见彩虹》。我的第一首歌比较快，就是《赛德克巴莱》那个写的第一个 demo 比较快，就是哦那个震撼力很大，咚个咚个咚个这样哦。他威德森就说这首歌好像不行。我们听第二首哦，第二首就是看见彩虹，就慢慢的这样，对，慢慢的。于是呢，魏德胜就说：“好，就这首了。”这样，那时候我不知道那什么心情，我知道说：“哦，谢谢，谢谢，谢谢。”这样，后来就到那个
就到澳洲去录音，这样就呈现了塞德克巴莱的《看见彩虹》。好，好，掌声来。수양 바늘 가득 이야 바늘 나기우 기디무아 무기도 주무시노데 기둠이 마시노 가누뚝 루다 대리우 단각하고 우둠 가도 마와 약국할루단 나기무기디무와 가나무 모다 이루스산 늘랑아 오도흐루단 미아나미둘리다 분노의가 나 두다기디다세드 슬라기 디에랑나무 뒤숭굴러 시대코리산나무 무기다보하고 구두가 구두루두루란다 분노의가나 두나비디다세네
か言い出した这首赛德克巴莱看见彩虹 OK 这首歌唱完我就会想到那个赛德克巴莱很多的很多的场景，你知道吗？那些场景都是我们就是赛德克巴莱的就是导演魏德圣的那个杰作这样。好，那我们就来玩一下，玩个那个我们的传统乐器。大家知道我们的传统乐器是什么吗？知道吗？知道哈，口簧琴是吧？有没有听过？有哦，那么厉害。口簧琴啊，口簧琴要会吹，真是要有一定的功力。哦，这个也不是说随便就可以。大家有看过这个乐器吗？有吗？哈，好，也听过嘛，对不对？好，不是只有赛德克巴莱里面才有哈。啊，其实很多我们还有很多的那个就是艺术家，所谓的艺术家啊，就是在我们部落里面做一些文化的传承的人，然后就在玩这个哈，口簧琴来。
谢谢。啊呜，啊呜，好，这是口簧琴的一个演奏方式。然后呢，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笛子？有没有？那笛子叫做直笛啊，不是，叫做猎手笛。啊，其实猎手笛啊，其实以前我们早期的猎手笛都是没有音阶的哈，所以当时我们的猎人把人头砍下来带回家，哦，就是拿我们的猎手笛来去抚慰他的心灵，哦，所以基本上我们的猎人早期对音阶不是那么的熟悉，所以说每一只猎手笛都不是准的，好，没有音阶的哈，好，猎手笛其实没有那么大只，哦，这比较低，哦，这比较低，然后猎手笛其实它是比较细一点点，不会那么粗，哦，好，这是我自己做的猎手笛，好，好，这是我们的口簧琴结合我们的猎手笛，好，来，接下来。